2024年2月17号，大年初八，给大家拜个晚年。家里人都睡了，在酒店。今天要做这个视频，怎么那么快？东哥，你又做一个视频啊？做这视频呢，就是给大家澄清一下这张图片。大家以后可以把这个呢，我说的视频，大家可以去告诉那些不懂的人，或者诽谤的人。有人说，梅西认识刘晓波先生，就是著名的人权运动家，给他题词发名片，说徐晓东这是证据。你做视频的时候，你说梅西不认识刘晓波，你错了，你造谣。我当天夜里，我马上联系他妈美国、日本、加拿大的各个哥们儿，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哥们儿，找这林子健先生，他的所有报道，包括南华早报。新加坡南华早报，香港那报，还有纽约时报，很多人发给我了，大家也看了，对吧？好了，真相来了，下面大家请听好。香港这边的报道，当然我给大家这个图片也发上来，给大家念。首先，林子健先生回忆，2017年刘晓波狱中患癌消息传出，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先生向他提及，向林子健先生提及，刘晓波很喜欢梅西，他也是梅西的球迷，问有无梅西签名的球衣。这个时候，林子健随即拿出了私人珍藏的梅西签名的球衣，交给了何俊仁先生，以转赠刘晓波。首先，梅西没有给刘晓波任何签名的球衣，没有。好了，说徐晓东网上那张图片，一个明信片是怎么回事？林子健发给梅西的电子邮件上说，他的好朋友刘晓波先生患肝癌晚期，也是梅西的超级粉丝。他还说刘晓波是作家、人权活动家和诺贝尔奖得主。梅西是出名的，这有啊，这我给大家看，梅西是出名的大慈善家。他也就是帮他的粉丝完成他的朋友最后心愿，所以就给梅西先生，就给林子健先生一个签名照，仅此而已。梅西肯定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和现在的处境，梅西也跟刘晓波没有任何关系。签名的衣服不是梅西给刘晓波的，也不是林子健先生转赠给的，据说这个衣服是李子健先生私人珍藏，应该是买的，这个是我的推测了。他只是拿这个球衣送给了刘晓波，是林子健，也就是这件事儿整体来说都是林子健先生跟刘晓波先生，那么梅西根本就不知道，只是林子健先生能发 email 给梅西联系到他们的团队。那么梅西认为我的球迷的朋友是肝癌晚期，也是梅西的球迷，好，发一个明信片，写上英文祝词和廖波先生的拼音给过去。这个大家记住了，梅西不认识刘晓波。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很多傻逼洗脑人士发文说梅西支持刘晓波，梅西知道刘晓波是谁，梅西鸡巴都不知道。就是我最讨厌的就是这帮无脑的人胡说八道带节奏来洗脑刚从另外一个粪坑爬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华人们，这是我的话。所以我再一次告诉大家，梅西不认识刘晓波，这个明信片是因为林子健先生是梅西的球迷，联系到梅西翻译面之后说他的朋友好朋友刘晓波先生是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的那个运动家什么的，这时候梅西才觉得，哦，好吧，那我写一个，他已经肝癌晚期了，快去世了。梅西是个慈善家，这种的他当然会帮忙，但是不代表他认识刘晓波，而且现在我已经证实他就不认识刘晓波，所以梅西跟刘晓波先生，包括他也不知道刘晓波先生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包括在监狱，梅西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整体来说，梅西跟这刘晓波先生没有任何认识。好了，可能大家就会说，
徐晓东，你胡说八道，你他妈有证据吗？我在国内也不让我出国，我的英文水平不高，大家可以随便的去联系到梅西的团队，他的团队在网上都有他们的联系方式、email 什么的，大家可以去询问，你们就直接就问，啊，著名的人权运动家啊，这个刘晓波先生，梅西你认识吗？你为什么给他这个明信片？你知道他的处境吗？你们可以询问一下，或者你们觉得这有攻击性，你就说啊，你好，林夕先生，这个刘晓波先生，您认识吗？给他发明信片，你还记得吗？你们可以这么问一下，来证实梅西到底认识不认识刘晓波先生。行了，我这个事儿说完，我就告诉大家，就是我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不代表我完全正确。大家，梅西还活着，刘晓波先生去世了，但是梅西还活着，大家可以去问当事人，对吧？因为你们都说梅西认识刘晓波，梅西支持刘晓波，梅西支持跟政治一样搞政治。好，当事人就是梅西，你们直接去问，人家的团队官方都有号，你们可以发 email 去问，之后来证明徐晓东说的对不对。我他妈英文也不会，我不让我出国了，所以大家可以去问。事儿已经说到这儿了。能明白的人自然都明白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国外的一帮所谓的博主，为了博流量胡说八道，为了博流量把一点小事无限的扩大。啊，真的有照片，梅西给吴晓波发了，但是很遗憾，梅西不认识吴晓波。梅西是一个非常好的慈善家，有善心，他听说了这位先生哎肝癌晚期，而且林子健先生又认识梅西先生，发了一个 email，梅西做一个顺水的人情。因为肝癌晚期的病人，大家都明白，梅西不认识刘晓波，更不知道刘晓波的处境发生了什么。大家没必要去道德绑架梅西，梅西本身就不喜欢这种肮脏的政治，尤其是他妈的亚洲某些国家的肮脏的政治，玩什么呢？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图片都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可以把这个图片我放大，好吧？大家都可以去截图去发，我也发到推特了，大家都可以去发。说徐晓东，你他妈的这是造谣！我再说一遍，去询问梅西的团队到底认识不认识刘晓波先生？啊，徐晓东他们公布不敢认识，你可以私自去问啊，没让你他妈大张旗鼓都可以。话说完，这就是考验大家能不能思考了。我徐晓东也是思考了很久，我联系了很多朋友帮忙，包括香港的一些朋友们。我操，我找了半天的资料我才查出来。啊，当然在这里头我也感谢我的一些微信好友，把梅西给吴晓波先生这个明信片发给我，很多的事儿对我有一些咨询，我一一都解答了。今天我发这个视频就是统一回复，骂我的人多了，继续。你们得骂上点儿上，骂在点儿上，怎么回事？好了，先说下一个，柠檬味儿。我现在是西瓜、柠檬、葡萄，这都我挺爱抽的。大家可以扫码，淘宝这个呢不是烟，这就是无花果，里头是胖大海、甘草啊、薄荷什么的啊，对嗓子好啊，跟焦油啊、二氧化什么来着、烟油什么的都没有。啊，跟烟有关的油是都没有，所以大家就放心，啊，相信我就行。第二个，今天奶爸给我回复了，说告诉东哥一声，别误会，我没有删，就是国会王志安这事儿。奶爸跟您说一声，对，你没毛病，您没有删，我也是马上把说您删的那个我删了，我删了，什么意思？您没删呀，您那是直播，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对您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打脸。但是呢，打脸就打脸了。你马上不是又换了一个所谓某公的事儿，接着去调侃吗？继续调侃没关系的，没关系，这是你的权利。好了，歪嘴这个呢就不说了吧。歪嘴现在就是接着说，王菊导致了这个残障人士的去世。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不说陈律师什么的？我不想提，懂吗？我不想占人血馒头，所以这个事儿我就说就描述到这儿，残障人士。就是你他妈的这么表述，真的，有人说王志安也提了这那的，起码王志安没指桑骂槐卖别人，或者直接骂也没有吧，只有王歪嘴借助这个残障人士的去世去来攻击王志安，只有他。当然了，还有别人，但是他是他妈的大张旗鼓的，操！我当时我就骂了，我今天还是一句话，
东北人呢，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打砸劫舍都有，但是东北人大部分的呢，不会有那么阴的、那么坏逼的崽儿。我肖东认识太多的东北人，不管是朋友还是跟人家干架的，我都不怵，但是我都非常大部分都尊敬，因为东北大老爷们儿再混蛋、再流氓什么的，他在明处玩阴的有很少，但是往歪嘴，你他妈就是很少当中东北人很少。败类当中的典型，你就是阴逼、脏逼、骚逼，这是我直接今天骂王外嘴。我上个视频已经说了，太脏逼了！你他妈拿一个去世的残障人士当他妈的拐棍来打王占，你真他妈丢脸！还记住，大家记住了，王外嘴是要是经管理签到日本的，啊，他现在泰国，他要去日本的，那大家就直接明着说，你到了日本你就干王志安，我们都看着呢，来吧，我看你怎么干。就这么简单，打扰大家啊！我做他妈这视频不就是为了求真吗？如果我秀东说错了，我也马上的去改正，该查的必须查。梅西给刘晓波明信片签名的事儿，大家觉得我秀东说的不对，或者有疑问？第一个，梅西当兵开始，他们公关公司或者经纪公司的。或者梅西个人的邮件地址，这都公布的，大家可以截图，你们联系。第二个是邮寄的地址，这都是他妈的好多兄弟们帮我看的。第三个是他脸书的账号，脸书的账号。第四个是 IG，我都听不懂，反正人家发给我了，说东哥这个都是你的联系。完了，第五个呢就是油管，但是我不知道油管大家能不能发过去，他能看到本人。反正这些方式我都发给大家。都发给大家，大家对我徐晓东这次说的梅西这个明信片刘晓波的事件，对我有质疑，我坚决不相信的，马上去联系，让我徐晓东给打脸，我明天就告诉大家，我100%说的对，就这么简单，查去啊！总结最后啊，就是今天的视频，我告诉大家，梅西的那张刘晓波的明信片是怎么回事，最终的定论，梅西不认识刘晓波。至于刘晓波在哪里，什么困境，他都不知道。原因我都说了，都发图片了，大家可以把这个转发，你们拿这个当证据来询问梅西的团队。最后，如果你们询问到了，你们可以把这个来制约我。为什么？我徐晓东这次100%是对，我绝对不会错，因为我查了太多资料了。这是第一，第二，奶爸的事儿，我形容奶爸跟王歪嘴啊不一样。奶爸呢，就是一个小男人。哎，小男人的感觉，说王志安，奶爸其他的方向挺好。我说奶爸小男人是对王志安的评价的时候，奶爸比较有点小家子小气，就说白了不大气。一个小男人来指责另外一个男人，这是我评价奶爸。但是王歪嘴不一样，他是一个东北老爷们儿，东北老爷们儿比较豪气的多。你看瑞瑞杂谈的瑞瑞，大家可以关注他的频道嘛。就是爷们儿，该骂骂，该说说，这是东北爷们儿。但是王歪嘴，你真他妈不像东北爷们儿，你就是哪儿都有傻逼，东北也有脏坏阴逼的小崽儿。王歪嘴，你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虽然东北人很少有这种傻逼，你就是很少傻逼当中的典型。这是我说的。所以今天就这仨视频，最关键的就是梅西澄清这事儿。大家说，还那句话，我教给大家，我把这些事儿告诉大家，信不信你们自己琢磨去。我还要再说最后一句话，如果梅西真的认识吴晓波，我请问，这件事儿已经发生3、4年了，我请问，那些所谓的他妈的那些各种各样攻击的这些人士，这些各种各样的意见领袖，各种各样的主播，还不炸了锅呀？还不天天的播梅西他妈支持吴晓波，梅西支持这支持那的，对吗？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梅西不认识吴晓波，刘晓波，对不起，不认识刘晓波先生，他也不知道刘晓波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懂了吗？我已经讲到这儿了，还不明白的，对不起，我徐晓东文化水平低，讲不透，您爱怎么着怎么着。啊，好了。
感谢东哥，现在就推酒、茶叶、鞋，还有年货。酒我他妈就推了，就是牛逼。为什么呀？便宜，性价比高，53度酱香，就是他妈的好酒，纯粮酿造，便宜几十块钱一瓶，就这么简单。大家喝的当口粮酒，挺棒。毕明万岁！龙年吃古巴大龙虾，喝着一窑酱酒，吃完喝完再喝一点普洱茶，刮刮肚子，穿上我们的鞋再去跑步约会。大家龙年大吉！